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刚刚的浪好像怪怪的，所以我就重开了。现在应该是正常的吧？应该现在大家看得到了吧？那刚刚好像怪怪的，刚好像什么都没有出现，还没它显示什么什么直播，什么准备中，什么东东的。好热哦，我的房间的冷气又傲娇了，每次都这样。好热！嗨，君汉，嗨，奶冻卷，嗨，小耳朵，嗨，太空，嗨，卷，嗨，阿布沙，嗨，李神，嗨，无塔，嗨，七大师，嗨，修修，嗨，人女女，嗨，契合，嗨，阿法，嗨，天天，好热！哀嚎，怎么这么热啊？我的冷气又不凉了，讨厌。星星自然凉，屁嘞，还没有这回事。嗯，为什么我的口水会啃吸？嗨阿德，嗨暗红，嗨米酒，冷气真的很烂。嗨天秤座，嗨古蛇王鲁姑，嗨屈原，嗨阿翔，嗨鲁蛇，嗨花心小王子。嗨米酒，嗨秋梦，嗨一飞，嗨暗红，嗨落日。不是哪一间，差太多了吧？是不是新包装？嗨小雷，嗨博弈，嗨黄鱼。僕のことを見つめないで嗨蜜，嗨嗨 WCM， 嗨阿仁，嗨七七，嗨开闸。好，那离我的年代太久远了好吗？我在后面乱坐，那我笑。你们都没有发现吗？你们都没有发现我的位置不一样吗？你们看到我前面跟后面的位置不一样？因为我记不起来啊，然后我就跟那个什么布丁说，布丁，布丁，我跟你交换位置。因为实在太蠢了，真的不知道，更不记得怎么跳。超傻眼。谢谢嗨米友，嗨强森。对，因为我就跟他说我跳起来太蠢了，因为我根本就不记得怎么那个顺序，你知道吗？谁记得起来啊？那个世界也太多了吧！而且我都离那个年代超级久远的，我已经最老的、欸。我看那个西雅还有琪琪应该都已经忘光了吧？怎么可能还会做啊？嗨秋会，嗨正气，嗨德体，嗨 QQ， 嗨秋萌，谢完什么事的不合适？嗨年年。送自家的饮料总是很想买，感觉还不错啊，只是蛮成品的比较贵。真的烧肉哎、欸，烧肉，我听到烧肉就是想吃啊，我超爱吃烧肉。Lucy， 那叫你呀，我只记得这个耶。
你这根鸡子很，你这根鸡子很喂，什么鬼？超难的啦！噔噔噔噔噔，什么？谁记得？太久了吧，好好笑哦！汉有喊，我有跳过，我是那个年代的，就我刚好是连接旧的跟新的，你知道？我这个我其实我这个我们这一届的很衰，我们这一届每次都是那种白老鼠，就是刚好。改朝换代没有啊？什么改朝换代？就是他们会，就是旧的接新的，我们每次都会遇到，你知道吗？超好笑，每一次都这样。晚点再来看一次，超蠢的，所以大家看不到我跳什么，耶、大家刚开始应该看到我跟不上，后面就会跟上。就是每次第一步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下一步是怎么，然后就原来是这个啊，乱 做，刚开始的乱做，我都第一步的时候乱做，然后后面就会了。可以在喵的扇子上贴九条线的符号，可以啊，可是我应该也看不到吧？太远了的话，因为还是会看不清楚啊，那个画面。不是啊，为什么？等一下哦，晚点再看一波。想说你怎么换位置？对，因为我不太会跳，所以我就换了。还有稍微看一下吧，可是我记不住，对，我的脑袋没有那么好。我按到了，傻眼，就这样。国小毕业就忘光了，对啊，我应该对啊，国中的时候就不记得了吧？我哪会记得啊？太难了吧？啊，没有，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也都乱跳啊。刚开始的时候也都乱跳，因为我就不会跳。就不记得那个顺序，那我就全部乱跳，超好笑的。嗨，俊，嗨，思源，那你进场超可爱的，谢谢。我们的 Sakura 就是活力，不要让大家看不到我们的活力。哼，哎呀，可恶，我就知道，我的妹妹失踪了，因为我刚刚开太久，然后她自己关掉了。所以我的妹妹呢，现在要跑到别的地方去。可恶，我好不容易才把她关起来的，气死我了！我要重新找我的妹妹了。啊，烦，好麻烦哦。妹妹超爱乱跑，为啥来找她啊？傻眼，她是跑哪了？好麻烦哦。妹妹，你去哪了？我要把她整个岛，哦，在这里。水哦，你不要离开这里。他会离开这里吗？应该不会吧。好的，你不要走，谢谢，请留在这，我帮你挖洞洞，你就不能离开了。好好笑哦！健康操我好像都有做过吧，旧的跟新的，对，就是都有做过，所以太多版本了，谁记得啊？傻眼！耶！傻眼！嗨，幼婴，嗨，太骚！谁不爱吃烧肉啊？不爱吃烧肉，给我出来！一辈子都不要给我吃烧肉！笑死！开和樱花子动作超多，是不是学两种？我的话是学过两种，因为我刚好三年级接四年级的时候换的，所以我四年级的时候是学那个，就是那个 Lucy 那个，然后三年级之前是旧的，这样，所以我两种都跳过。
不行，你那叫你啊，我也觉得很厉害，到底谁编的？很复杂、欸，哎 超级长。哎、欸，可是我跟你讲，我只是现在忘记了。那我国小的时候是被派出去，就是当那个，就是也是当那个前排的，因为我们就是会有，就是比如说什么运动会啊之类的，或者是那个什么，反正就是活动什么。然后呢，他就是要选出一个，就是专门就是示范的那一种。然后我也是被抓出去示范的那一个，超好笑。小时候就很喜欢，就是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跳那种奇怪舞。我小时候，像我跳过什么民俗舞啊之类的，就幼稚园的时候我是跳什么类似民俗舞蹈那类的。我小时候我也跳过民俗舞蹈，而且我们是有参加表演的，就是学校的那种大型的表演。那我小时候就有跳过民俗，可是不是很难的那一种啊，不会像就是雨林的那种，就是那种雨林的程度比较难一点。我们是比较简单一点的民俗舞蹈，这可能就不会用到什么劈腿之类的。劈腿太难了，我感觉劈下就先送医院了。谢谢他们的新之冠，太微如，很热，能跳的是第三版，我也不知道啊，这到底第几个版本了呀？我也忘了，因为我一定不知道最刚开始的那个版本啊，因为我也没那么老，我只知道两种版本。蛮可爱的苹果头，对，是苹果头，没有错。我那天绑苹果头，因为一直想不到绑什么，然后我又觉得，哎，啊，我家妹妹怎么失踪了？不是啊，我不是，什么傻眼？我家妹妹怎么走掉了？不是，不是，我以为我把它封起来，原来没有，傻眼。那我挖这个洞什么意义？哎，我家妹妹怎么走那么远？什么建构式数学？那什么东西？但是没有啊，那什么鬼？什么叫建构式数学？谁懂那个东西啊？数学超烂的、欸，连听都没听过。但我数学无敌烂，那数理是那种几乎每周不及格的那种，会及格，但是就很也没有到很高分。嗨，玄阳，跳过第三代就很年轻啊，第三代通常都是这个年代的人跳的，对啊，香港人都没有跳过，当然呢，因为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。我的身体，我身体很好啊，不是身体的问题，对，我身体一直都挺好的。那我一直直接贴一个九条贴在上面好了，你可能需要把它打光，对，你可能需要帮那个 Ten 讲打光，不然我肯定看不到他。等一下，你不要走，妹妹。你，哦，对，我还要吐。你不要再走了，傻眼。你要去哪里？你不要走，你别走，这里不能挖。哦，好麻烦哦！发现困住妹妹是一件比登天还要难的事情，因为这里的路有点麻烦。为什么奇怪的路？离开。好难哦！嗨，游戏咯，谢谢强哥的新之冠。对，为了烧肉，做什么都可以，没关系呀、啊。我也不觉得一定会有会捡到我的画面什么的，反正就觉得跳起来很蠢。你要去哪？你想去哪？我傻眼，这边也可以绕哦。
好难哦。唯一记得只有 rap 的部分，我只记得 Lucy 因为叫尹瑶，然后全部都不知道。嗨，坤坤，嗨，季风亮，还有我的什么小说名称？妹妹失踪了，当然是不行啊，她不能进到店里。什么监禁，乱七八糟，要出中文版。可是他的手机不是完整的那种动声啊，所以我觉得玩手机可能没有什么 feel 吧，对啊，毕竟手机的功能没有那么的完整。你要潜水好久，你的包包不能太满。听说就是如果你要遇到的话，你的包包不能太满，就是比如说你拿到那个返利贝的时候，你的包包至少还要多个四五个会比较好。听说你的包太少，它不一定会出现。对，然后如果你真的就是一直都没有出现的话，建议你关掉再重开会比较好。都喜欢虐待我的岛民，现在对我的岛民超好的，因为我要拿他们的照片，因为我需要拿照片，所以就是不能太那个。你想干嘛？进去。你家妹妹一定很傻眼，她说为什么我要把她关在这里？没办法呀，不要跑。呀，我终于把她关起来了，好累哦，天哪，好难哦。国小健康操比赛，对啊，我都是排前面的那个。谢谢我来签到，有示范应该比较熟吧。嗨啾，嗨国树，才不要，我超不会跳的，我现在已经忘光光了，怎么可能还会跳？好难哦。我家妹妹好可怜，她没有空间可以动。监禁妹妹失败，是什么变态的说法？好好笑。好，你可以动了，我给你大一点空间让你动。我挖一个比较大的空间让他可以走动，他现在不想动了，他一定是放弃挣扎了，他已经放弃挣扎。收容妹妹失败，那要绑什么可以尝试马尾？不要，马尾太重了，因为我头发比较厚重，就是绑那个。马尾很重，因为我不喜欢绑马尾运动，因为就是很重，很笨重，而且又不好看。那我觉得绑马尾还好。哦、我揍他，超神奇。Hello， 摇嗨龙骑士，嗨古威羊奶。嗯，现在都是手印，讨厌。我也是，我在等咪拉咪，因为想说我的台版是 Ten 奖，然后想说那我日版就强取咪拉咪好了，所以我要等明天的咪拉咪了，对。明天就换咪拉咪了，我应该会强取，因为我有2900多，我怎么样都抽不到，算了，然后算了，我还是直接强取好了，不管了。没有吧，云林的斗六应该还有吧，斗六的电影院倒了吗？
有这么悲惨吗？斗六电影院倒了？不是吧？倒了吗？怎么可能？那你要是没有电影院的话，要怎么活啊？不知道，过敏吧？这些妹子的向日葵，奈绪。人生好难呀，连看个手印都好难哟。嗨张嘎嘎，嗨 Solar， 习惯，我才不要习惯。习惯这种事情也不是好事啊，因为大家都是觉得，反正习惯了就好，就跟被剥削一样。被剥削的习惯就好，这东西不知道习惯吧？我傻眼。可以试着去改变一下。我觉得这是因为，人类太喜欢安于现状，反正就觉得算了，就这样吧。所以就觉得，反正被剥削了也无所谓，因为没有人愿意，因为没有人就是愿意站出来，就是站出来那个革命。我要革命啊！笑死，手印是一种爱的表现，对，没关系，算了，反正看得到就好，那就无所谓了，随便啦，反正看得到就好，随便的。我只是觉得等了好久哦，等那么久想要看手印也不行，算了。首先是一种 size， 什么是 style？ 社畜人生可以不要这么的社畜，大家可以不用当社畜，对。大家可以不要这么的安于现状，革命，笑死。可以，大家可以革命一下，好不好？现在不要太习惯不公平的事情，因为他本来是不公平的事情，干嘛要去习惯他？太奇怪了吧！好好笑，朋友一直密我，真的是。啥？他真的倒了？不是啦！哦，天啊，我要疯了！我家唯一的电影院就这样没了，而且要跑到北港哎、欸，北港离我家超远呢、欸。对，虎尾不是也有吗？虎尾的不是也倒了吧？虎尾不会也倒了吧？斗六当然不会上映啊！斗六怎么可能会上映啊？那种小地方，傻眼！不是吧？虎尾的也没有了吗？虎尾不是原本也有一间？傻眼！被你诅咒，又诅咒是福利。嗨，红豆，嗨，人豪，嗨，罐罐。嗨阿米，嗨软风，嗨呱呱，很多真的没那么在意。然后我觉得没有必要去习惯不公平的事情啊，不公平的习惯了才奇怪吧。就是因为大家太习惯了，才会永远都改不了，你知道吗？那种事情没有必要去习惯。谢谢呱呱的玫瑰，因为这是不公平的事情啊，干嘛去习惯？那太奇怪了吧？明明就是那些人的问题，跟我什么关系吗？嗨坏，你真是嗨饼花嗨红豆，少人人很少的地方为什么叫好笑？那要等很久哎、欸，因为费尔刚上的一个礼拜绝对是会爆满的，对，啊，好困扰哦。他刚开始的一个礼拜一定会爆满啊，所以我现在有点犹豫，反正已经不能去首映了，所以就随便了。但就是，我还是想早点去看啊，我等了那么久哎、欸，我等了几个月了。等了四个月，他从四月到现在，你知道吗？等了四个月，不能让我早点去看吗？莫名其妙。但能越早看越好啊，我就看半夜场好了。我就看凌晨场，十一点开始的那一场，超累，发疯了。可是那一场应该就不会人那么多了吧？
道哎、欸，好麻烦哦、喔。害羞就坏坏，但是哦，白宫整修中，哦是在整修。从出生到现在好像没有进过电影院看过电影，死鬼，太厉害了吧？为什么可以不进电影院看电影？很强哎、欸，我不行哎、欸，傻眼。哈日超嗨 CJ103，以前是电影院的员工，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平日去比较好挑，其实也还好。他刚开始上映的那时候超都超难的，嗯，除非是早上。很现在是暑假啊、哦，对，现在是暑假，8月15号还是暑假，所以人还是很多。暑假平日的人还是爆多的啦，算了，已经无所谓了。原地被你插旗占领，这样好啊！革命，大家发起革命，这世界需要革命。对啊，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太安于现状了，所以现在才会变这样。大家都太习惯了不公平的事情，没有必要去习惯它。嗨，雨婷，小布丁，嗨，佩佩，拜拜。对啊，你知道我出了哪特点吗？啊，怎么办啊？好烦恼哦，真的没有时间。他每次放映的时间都很不是时候，就是都刚好卡到练习的时间。最近又太忙，最近又一直要练习，很忙。上映，因为上映的下个礼拜就是 mini con 了呀，所以就是对，会很忙，烦。啊，好烦哦！我的手印，不管了，我要熬夜去看。不管啦，我就要冲最后那一场，怎样？我练习完然后直接奔过去看，哼！只要不能阻止我对他的爱，你今天去看，我也不要错过首映。决定了，也不是大家都等好不好？又不是大家都看那一出，没有大家啦。只有看的人而已吧，只有会看的人才等了4个月，好吗？不会看的人就永远不会看。早场没办法，对，早场没办法。他9点才开门呢，我9点之后就要出门嘞，怎么可能来得及啊？傻眼。他是没办法，他的时间就刚好卡到我的时间啊，就卡刚好卡到电影的时间啊，没办法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冲晚场，我要冲那个超级晚场，就这样。而且 Fans 的话，照理讲应该会有11点左右的场，这么决定了，我就奔11点那个场，气死我了。不管只要我都要去，不管谁都不能阻止我对他的爱，这是我对他的爱。决定了，我就要看那个晚场，我就练习完直接奔过去看，快笑死。不行啦，首映耶，而且我还等了4个月，我要是没有第一时间看到他的话，我心情会很不好，真的。我是那种情绪化的人，对不起，我就是一定要看到他我才满意，对，看到他我的心情才会好，对，谁都不能阻止我，谁都不能阻止我第一天的时候就去看那一出，我就是要第一天的时候就跑去看 Fast， 就这样。就这么决定了。应该不太有可能会有人能阻止我。应该没有人阻止得了我，就电影就这样了耶、yeah。 真的是没什么时间看电影，为什么会有公平问题？还是有好不好？谁说虽然说没有时间看电影，没有休息的时间，我怎么可能？不可能一天24小时都在工作啊，你不可能每天都在工作啊，一定会有休息的时间，好不好？你又不可能你又不可能一个星期7天都在工作，就算有也不可能连续2个星期7天都在工作啊，对吧？什么礼拜四怎么什么礼拜四了？什么怎么办约会？什么约会啊？刚好前一个星期，你说26号吗？还是什么？没关系，我就是越玩越有活力的那个，我就是要去看，呵，超能。超任性，我就照着看。谢谢欢迎战士香槟，嗨骨头哎！谢谢海妖菩萨许愿瓶。DVD 的习惯吗？太贵了，买不起。
不是没想过啊，你知道他一格就要1000多哎，1000多哎，贵死了，买不起。找得到的一起去吗？当然找得到人一起去啊。我朋友跟我要那夜猫子哎，叫啊什么？揭竿起义叫什么 ？Trigger。他混沌无极，这个人太过激了。一定电影院看才对味，但要在电影院看，怎么可能不在电影院看？什么顺便拉成人入坑？他们入不了坑啊，他们不看这个系列的，而且他们连第一跟第二都没看过，他直接看第三，看得懂才有鬼嘞！笑死！嗨小耳朵，嗨康母鱼，嗨蟹海，不要不睡的四叶草。这时间大家都睡了，屁耶、欸！隔天也是假日哎、欸，隔天也是假日，怎么可能大家都睡了？想太多。嗨，南野秀一，爆米花我们都吃不完，其实每周只剩剩下三分之一左右这样。新满加时练习，没有那种事情，抱歉。不会有那种事情，我还是直接走人。没有人可以阻止我。夜场。就算这两件影片都在工作，也不能讲了。对，对啊，不会过劳吗？太扯了啦！谢谢，真的是夜桃。我朋友真的有7天连续7天都在工作，可是就是不可能连续14天啊！连续10天早就已经可以检举了吧？嗨，阿怪仔，谢谢真的花枝鸡腿。高中冲网咖，我高中是没有冲过网咖啦，对。谢谢，欢迎真是向日葵。看完首映在外面爆雷，才没有那么坏好吗？太好笑了吧！嗨 ，A N， 加练直接我拒绝，对我拒绝，而且也不可能加练好吗？哪有那么多时间啊？老子也没那么多时间啊，傻眼！人家也要忙的。谢谢海要不杀的四叶草，嗨嗨嘉宏。老检会过吗？什么是老检？营运老检，营运老检，就是我们吗？营运老检，那还好吧，我们也是只有练舞的时间这样而已、啊。其实除了练舞时间，其实也还好，因为很长没事，就是除了练习以外，就其实其他时间也没什么事。什么电影院附近的麦当劳超可怕？为什么超可怕？因为人很多吗？练12点，我拒绝，你自己练，超强，要练自己练，再见。看完首映在外面，你就看破的，谁那么无聊啊？想太多。他们也不是24小时都在上班啦，太可怕了好吗？未满18不能练太晚吧？什么未满18？常常凌晨收到营业提醒，没有那么夸张，想太多。他们应该是回家弄的吧？对啊，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大概9点10点就差不多回去了，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，就顶多11点这样。吃饭，老是一群，厉害哦。我顶多只会说什么很好看之类的，然后就是跟自己也不会聊太多那种，因为毕竟还是有可能会有很多没看过的。我顶多只会跟你说，很好看啊，推荐大家去看这样的一样。还休息了，所以首映那都要赚钱钱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不懂什么首映那要赚钱钱？要
休息啊？你说你吗？我有时候我好像什么东西，我还看了很久，好像什么，然后问号很久，感觉吴棠是那个没在休息的啊，你是不是都没有在休？阿爸哎，太飞了吧，太飞了！大家什么时候可以让我两百？怎么都能200胜率啊，傻眼！我的胜场什么时候可以超过200？他卡在了188，好烂哦，可恶！谢谢欢迎正式的向日葵，嗨班维，因为我差不多要关了，对，今天就一个半小时。谢谢，谢谢深深，嗨卡姆威。工程师该出来面对了，怎么又是负的？哎呀，很烂呢，都没有胜场啊，不管。今天没有两百都不下了，我刚刚什么都负跟平哎，傻眼，哼，怎么刚开你几嘞？爱死你都太晚了，还敢说？吼，这个真的是吼，又是平，很烦，他怎么没有？哎呀，讨厌，都没有胜场，我好烦呢。今天没有两百胜，好像我都不下了，哼，气死我了！搞什么？太烂了吧！工程师出来面对哦！工程师哎，快笑死我！吼，哎，太扯了！他真的很烂哎！哇，我猜了这么久就一场胜哎，超瞎的！搞什么？好烂哦！嗨，蜜橙。就进来的呢，才不是屁嘞！少来，哪有？你根本就不是我一开始开的时候就来了好吗？在那里，哼！嗨，俊莹，可以到明天我不要，明天还有事情好吗？我要睡觉啦。很晚才进账，我厨子很晚进，为什么厨子很晚才进账？什么意思？好好笑。然后什么？没有胜场，反正我们就想，工程师出来面对哦。工程师在干嘛？怎么现在189哎，傻眼了！哦哟，很烂呢，哼，真是太烂了，这个胜率怎么那么烂？气死我了！害我的饭都不是饭啦，害我的甜不辣冷掉了，搞什么？害 KUCC 害徐，工程师比较省哎。很烦呢、欸，为什么都没办法胜啊？他一直给我负跟平，讨厌。怎么宵夜没有宵夜？谢海不三。剩下的11可以撑到明天吗？怎么太久了啦？傻眼，我会睡着好吗？哦哟，又是平手啦，很烂呢。他的胜率真的很烂。工程师跟我出来面对哦，欠揍。工程师谁啊？给我滚出来！气死我了。哦，很烦呢。谢谢吴涵，谢谢吴涵。好好笑哦，不理你了，不理工程师了。谢谢太空，谢谢不入流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真的很好笑哎，太少了吧？我的胜率怎么了？车祸的胜率，哎，一场，哎呀，啊，很烂的哎，工程师。工程师要出来面对咯。Hello， 哎、欸，太烂了吧！不，为什么都是负太多了吧？傻眼！你现在五个吗？五个还六个？七个？差不多。谢谢君莹，
谢谢梧桐，谢谢，谢谢梧桐。好难哦，傻眼。190，哎，不对啊，怎么可能190？我刚按了那么多肾呢，哎，怎么可能？你就190，那也跳太慢了吧？他是还跑，怎么就190？刚不是189了吗？我刚猜了一堆肾呢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不止啦，怎么就190？哎，不是，他是不是卡住了？还是我刚看错了？我刚眼馋吗？哦，对，他好慢呢、哦。有了有了有了，谢谢大家，耶！196了，196，197，198，198，198，卡到198，198，送的什么食物场，你就一场胜，对不对？很烂耶，超烂的这个胜。谢谢太空，谢谢艾斯，超烂的这超好笑，好好笑。赢你了，哎、欸，什么啊？这不是系统问题好吗？现在还要不杀石头，两场你就来得及吗？哎、欸，差一颗、欸，哎，199，他好慢哦，系统还在跑，系统还在努力的跑中，199了耶，199了，贡献一胜给你了。对啊，这真的几率真的很奇怪。谢谢太空，哦。不行你，我就飞呀、啊！耶、yeah, ，谢谢太空的最后一个200，感谢大家的贡献，谢谢大家捡到 Serpo， 哎、欸，好厉害哦！谢谢大家，工程师真的超烂，算怪工程师，给我这个出来，哎、欸，不是真的很烂的，我的正常真的很少哎、欸，644，那我还200。好，差不多啊，但是好像偏少，我的胜场偏少哎、欸，是我们的什么胜场？那个胜，这个胜，好好笑、哦！谢谢阿红，掌声鼓励，谢谢大家，给大家掌声鼓励，谢谢，大家好棒，谢谢，好好笑、哦，好难哦，我的胜率怎么那么低呀、啊，很烂哎、欸，以后大家这样出来面对这样。我刚才故意挑机，对不对？他把我的机子挑机了，怎么可以这样？是因为我长得比较可爱，不是啊？马上被揍，出去揍！哼，真是谢谢大家加班，有我加班了7分钟，好欠揍哦！因为我刚开始开的时候好像浪怪怪的，所以我后来有晚开一点点。哈喽嗨臭豆浆，星期六围观，星期六不是星期日吗？星期日吧，是星期日吧？胜率，对啊，我的胜率真的很烂哎，我胜率真的超烂，不知道什么，哎，好难过，我的胜率怎么可以烂成这样？都是他的错，都是工程师的错，不关我的事，哼，都是工程师的错，跟我没关系。看了我的人品呢，啊，我人品真的太差了，是不是？我还需要持续累积我的人品，看我的人品太烂了。怎么还差89分钟？89分钟也太难了，还89分钟，一捐一颗肾，谢谢大家的肾，好吃，什么鬼？真的很烂，你才不可爱嘞，哼！你全家不可爱，星期六很多人开，真的假的？因为我是明天啊，是明天开的。为什么星期六很多人开？是哦，因为星期六我有事情。对，你们要练习，不练习不行，不练习我会忘光光，我脑袋不是很好。什么12点太晚了，但应该会更卡。真的假的？还好我没有播。不然大家应该也看不了，大家会抱怨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播。我没有，我很乖，谢谢。好好笑、哦、猜拳活动第一阶最后一天吧。哦、oh, 对耶，是第一阶吼，忘了耶、yeah、朋友回家了，七七也临时加开星期六哦、oh.自己胜了，他也是内脏啊，听起来好变态哦。
没，我什么都没说。星期六最后现实，谢谢 Blue 流 Love， 谢谢阿云的 Love。哦，可是那也是第一阶段不是吗？不是还有别的阶段吗？谢谢阿云的 Love， 就是也不算那个啊，不算怎么讲，不算决赛，反正就不算最后一个时间。谢谢 Blue 流，嗨哈喽，吃肾很补哦，肾好吃啊，不是啊。刚刚是不是听到啊？我的流星，我错过了流星了，笑死我！嗯，这个流星，每一阶一名哦，哦是这样哦，有分哦，我以为是一起耶，看来我的脑袋确实不是很好，哦是这样哦，哦拿得好多。那个第一名呢，就是看那个礼物最多的是，可是礼物最多应该是看全部的吧，是吗？哦哦，所以礼物最多的是要看整个整个直播整个活动结束的才算吗？是吧？礼物最多应该是这样吧？哦。なるほどね。好难哦，太难了。我随意，大家随意。太难了，傻眼。好啦，就是大家还是要有肾的嘛。大家总不能把自己的肾都卖出去，是不是？大家顾好自己的肾啊。请顾好自己的心脏、你的肾、你的肝、你的肺，快笑死！好，哪那么多呢？嗨，罗乐乐、慕容子豪、林杰安，他崩溃，因为真的很多啊，超好笑的。对啊，我在想要不要去买威力彩，快笑死！我刚才在想说要不要去买威力彩，可是我应该不会中啊，对。哦，好像没有那个，我好像没有那个，就是我没有偏财运，就是我玩乐透什么的都不会中，超好笑。我每次买都不会中，而且我每次自己签那个，就是我自己选字都不会中，然后给电脑选都会中，可是就是中那个很小的啊，就50块这样子，好难哦。自己也要去买一下威力彩，看看说不定会突然那个人品爆发之类，虽然我觉得不太可能啦，对。什么领什么券？你说振兴券吗？有啊，怎么可能没有？谢谢幻真自己万个赞，怎么可能没有领振兴券？报一下号码，我不知道啊，我说我都随便签，我说不会签，真的不知道怎么签，没有概念，而且又没有人托梦给我，我需要有人托梦给我才会签。阿嬷不是阿嬷，说错了，喷。阿公可以托梦一下给我，可以托梦给我那个号码，谢谢，快笑死！可是我刮刮乐有中哎，超瞎的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没有说，我昨天只靠8张，然后就得到岛民，知道是谁吗？我都忘了，我还没有讲这件事情，超好笑。不要乱讲话，我没有乱讲话，我刚刚本来是讲错而已，讲错了。我是说阿公，好吗？阿妈还健康，阿妈很健康，健康大家都很健康。我说阿公，拜托阿公托梦给我这样子，阿公好妹是偌济，我不是啊。不是埃及猫，都不是捷克，更不是埃及猫。真的呢，我昨天遇到的岛民是，是小润，真的是小润，超开心的，就有点傻眼，因为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快遇到小润，超瞎哎、欸，真的我那时候很吓到，想说哦，因为我原本的目的是要找捷克，然后就歪到小润去了。而且我只画了8张，我说我，然后我挣扎了一下子，还是决定把它收了，因为它太难了，大家都小润，
小认识很好找是不是？所以其实小认很好找吗？我可能以后就会变成打算只有小润，然后其他都是猫这样。大家都有小润，那大家小润还蛮好找的吧？那真的超可爱的，超可爱。他还在搬家，因为他今天才刚搬来。可是我觉得，对，他是松鼠，没办法，他很可爱嘛。所以我以后可能就会有一个松鼠小润，然后其他都是猫。好好笑，这奇怪的场景。查查完吗？可是我想要收猫，所以我可能不会收小润。对，小润超，而且小润他是一个自恋角，可是他看起来超可爱的，我允许他自恋。我确定阿西会走，会了，他一定会走。我就送他，我就把他那个亲密度用到爆表，他就想走了。对，不是啊，就可是我觉得小润很可爱，而且我也不止他啊，我还有软糖哎、欸。我全世界最可爱的两只松鼠都在我家，我的小润又有软糖，超厉害的，对吧？超强。虽然因为之前软糖也有走过，因为我之前就不然送他太好的东西，然后他亲密度有点高，然后就说他要离开，我就说不要离开，因为我想要先让别的那个岛民走，超好笑。会，他一定会走，他总有一天一定会走，哼，好好笑。还有有没有粉丝阿西？我不要，不要，谢谢。对啊，那个软糖可爱耶，软糖的那个，而且软糖的样子外表又超可爱。我现在就是只有，我现在反正我最有可能会留的应该就是小润了吧？对，嗯，小润。然后猫的话可能就九只猫，一只松鼠这样。最后可能会变成这样，我觉得。阿西哦，阿西说他是最后一个走的，这样。最后还有空位，那我那个空位，我其实很想要找那个，我就是想要找杰克，因为我觉得杰克太难找，而且听说就是，如果你的岛上有相同属性的话，就很难遇到相同属性的那个岛民。所以我现在有小润的话，我可能就比较难遇到杰克，因为他两个属性是一样的。因为我上次走的就是自恋的企鹅，所以他这次就来一个自恋的小润给我。虽然不是杰克，所以我想说，如果要遇到杰克，应该会比较难。我不要阿西，谢谢。他是休闲，好不好？他不是自恋型的，他是休闲的大叔。他真的是大叔，对。不要，没关系，他总有一天就会想走。快笑死，被我逼走这样。不会好吗？我就是让他觉得哦，这里已经好太好了，他想要再去别的地方晃晃。他就会说。我觉得我想要再出去别的地方见识一下，然后就走了。虽然他的属性是自恋，真的。小润还有杰克的属性都是自恋型的。然后我上次走的那个，我前天搬家的那个企鹅呢，他就是自恋型的。阿西是真爱，我还不要，屁啦，最好什么东西我才不要，不要，不需要，谢谢，不需要，谢谢。好了，我来念排行。第十名是花生小帮手，谢谢，谢谢花生小帮手。再去别的地方晃晃，看着我眼睛，你说啥？第九是俊莹，谢谢俊莹。第八是康姆，谢谢康姆。不要跟他看桥啊，傻眼。第七是 CKNK， 谢谢 CKNK， 别人有在说什么？打劫的英文，谢谢 CKUMK。哦，我觉得那个英文念连在一起难念。第六是瑟瑟，谢谢瑟瑟，谢谢。第五是还要不瑟，谢谢还要不瑟。哦，玩具成员可爱，真的，可是那个好像也难遇，对啊，我想要算了。第四是不入流，谢谢不入流，谢谢。学阿西缠到被搬走，对，我要把他缠，我就叫好到让他想走，想走都没有搬，对，真的你想走都没有搬，我现在已经随意了，现在都送他好东西，我现在开始每天送他好东西这样，可恶，他总天就会想搬家了。第三是坏战士，谢谢，谢坏战士，谢谢坏战士。第二是太空，谢太空，谢太空。
第一是无糖，谢谢无糖，谢谢无糖，哇，谢谢，谢谢无糖。原来饮料对人好，就叫人走。对啊，所以我就是不要你们走，所以才对你们很坏啊，对吧？我照这个逻辑来看的话，应该是这样啦。好好笑哦。所以呢，大家要庆幸我对大家很坏。好好笑，我是那种傲娇型，对你坏呢，就是心里其实是对你好的，对你不坏呢，就代表你该走了，不是啊？两者太好。在みんな，ありがとう，はい。啊，26号，26号快啦，就这个礼拜了。26号，大家想要讲什么、啊？其实好像都是，见到了之后才知道讲什么，而且很快哎、欸，其实离握手会就是没有差多少的时间，超快的，就这样一瞬间又可以见面了，开心，很好呗。みんないい子になってね。大家要当乖小孩，不是都直接扁掉吗？对啊，没有去约会的说，没关系，我原谅你，因为我知道你也比较没有办法来那么多次，好不好？24号，不不不，24人，24，这蛮少的啦，所以就对，也不是每个人都拿得到。谢谢大家，坏小孩的话就会一步一步把你们吃掉，おいしい，おいしい，みんなおいしい。みんなの水槽食べたい。什么下次？没有下次，哼！笑死，是欠财一群人，哼！没有，他名额很少啊，其实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来得了，因为名额就真的就那样而已，对。所以我可以理解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啦，拜拜，大家晚安。啊？什么小琪？怎么可以吃自己人呢？你可以吃你自己的同伴，太变态了，变态。好了，拜拜，大家晚安，明天见，明天晚上9点，累了，晚安，再见，拜拜。对啊，因为我对你们很好，所以。想吃掉你们，这是我对你们好的奖励。你的奖励就是被我吃掉，不好吗？晚安，拜拜，明天见。